我叫孙淑梅，我嚟见工噶。女人30几岁好老噶啦，仲嚟见 receptionist。事业运滞，唯有揾鬼帮你上位。做行政经理要有气势，再碌大声啲。懒你系人系鬼，办公室最讲权势。话俾你知啊，你只不过系我替身，你做所有嘢都要我批准。嗰个男跟房，妈，佢叫我跟佢去佢间房，我去唔去得？鬼同你 OT， 星期六日一 TVB 安哥台。叫我咩姐？